最奇特的梦，被外星人抓走。好好好 Cosmo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磊。睡着了就会做梦啊，就是特别累的时候会做梦。我有梦见过我被外星人抓走，就是做人体实验什么的，最后主要是他们做完实验就把我送回来了，然后我就醒了。还行吧，因为我本职工作是演员嘛，所以说表演艺术。因为也知道这次是来自全球各地的3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一个展，这样的一个展嘛，然后也有来自中国的，所以挺期待就是中西文化的这样子一个碰撞。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作品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西方的雕塑和一些我们中国的本土的一些雕塑放在一块儿，我看了一些图片特别好玩，特别想去看一下。北京电影学院博物馆，勉强吧，希望有一天能被别人称为艺术家吧。现在不沾边的。好好好，看书打游戏啊什么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电影，对，影。